Hello，好像跳出来了，我现在按回去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就打一个招呼。没有挑战。有。看得到的人打个招呼啊！刚才不小心按到跳出去了，安迪不会按错。今天是包那个黑豆包猪尾骨，所以这个黑豆我刚才有泡过水哦，泡去3个小时，然后它就肿到这样炸裂了。然后我现在先把它放下去热水里面先，这个水我煲开了的啊，我放下去煲汤。美女不在啊，她去 KL。我放下去给它滚，然后进这边我要穿上那个骨啊，麦调调。安迪需要讲话哈、啊，安迪是现在是哪？为什么你要录烫过这个那个骨头？分散一下嘛，那个味道把它分散掉。安迪是今天没有罢工。安迪就不可以罢工，罢工每个要吃饭。我本来要跟美女去 KL 的，可是放假很多游客来跑来这边的过来玩，所以。有住宿要开要 check in，所以我没有跟他去 care。为什么？大家傍晚好。今天四妹不在啊，四妹去吉隆坡去开会。去开会，所以今天安迪秀自己一个人煮，一个人自己开直播。那个黑豆我再煮了啊，刚才水滚了，我再煮黑豆。我这个先穿上了，然后我才放进去包，用气要我包比较快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的，你现在挺厉害。你问什么？他先要拿到我要，金姐拿到。金姐有在没？没有，他没在。Hello，傍晚好。是哦，美女不在呀、啊，姐姐安迪秀，安迪秀要自己加油。没有声音了哈、哦，没有不在，在讲叽喳，没有在，好像很闷哦。我的声音会很小咩？那么多按键。然后每个跟你讲，不要紧张，安迪秀，你慢慢来。美女不在，我们一样在看直播。安迪秀会有啊，有紧张诶，刚才他。我才回来，今天很迟才到家。所以每个人跟你讲加油嘞。现在安迪秀也可以自己一个人直播，然后跟你们聊天。他只是说没有空看那个 comment 而已。美女不在呀、啊，美女去吉隆坡今天。开会。呀，美女去吉隆坡，所以大家傍晚好。我是二姐。然后问你哦，你的那个猪肉是哪一部分的猪肉，哪一个部位的？猪尾骨啊。猪尾骨啊，猪尾骨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二姐，二姐，兼师妹不这个是在，猪尾骨，猪尾骨你看到这尾巴吗？有吗？有看到尾巴吗？这个是尾巴，猪的尾巴。
的尾巴，所以它整条，我买整条，这么看上去还有大骨的整条啊，它的背后啊整条上去啊、哦、猪的尾巴、啊、这个比较靠，老人家讲吃了这个补腰，腰酸背痛、啊、我的声音跟师妹很像呢，师妹声音比较好听是吧？每个人跟安迪修讲，安迪修加油哎，安迪修，安迪修今天晚上煮什么？煮包黑豆，黑豆猪尾骨汤，煮黑豆包猪尾骨汤，因为这个是猪的尾巴那条骨头啊。嗯，猪尾，所以你们记得这个是猪尾黑豆汤，猪尾骨整条的，它是连尾巴一起整条长长的。我跟它穿烫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穿烫了，然后把那个血水呀、啊、全部穿烫下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也是第一次做直播，所以这里呢就帮安迪秀看口面一下，不然安迪秀忙不过来。你看现在把那个猪尾拿去烫了，过一层那个油，然后他现在等一下要把猪尾，所以你们记得黑豆镇啊，黑豆时然后就放它去现在滚了，然后过妈咪再把那个猪尾现在烫过了一层，然后过后才会放下去。会有萌萌咩？会卡哈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师妹的声音比较响，是让我的喉咙痛啊。会卡？不懂嘞，我看一下。萌萌啊。有一点萌，妈妈你有没有放那个？放下。你的这个 line 有点萌。黑豆要蒸三个小时。大家傍晚好啊。哇。不要迟一点了吗？有比较好，是有一点点萌是吗？会比较轻了吗？还有一点点萌。你看你把你的那个外关掉，等一下再玩。大家傍晚好，今天刷奖，哇，他今天煮咖喱鸡耶，哇，你很厉害嘞。这个骨一斤肉。一斤肉的猪尾猪尾骨，然后这个黑豆300克，这个都是尾巴借的，全部借的，所以猪尾这个肉是一斤肉，然后那个黑豆300克、所以黑豆一定要蒸3个小时，然后一定要蒸一下，不要快棉啊。OK， 不会卡了，好了。黑豆不需要先烤，不需要先炒，不需要，只是蒸了就可以了。你都会拿去炒，可是我是懒惰虫的啦，我是要快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二姐特别来这里，就帮忙直播一下，然后帮妈咪看一下那个。他的comment还会 blur 吗？应该好很多了，好很多了。因为刚才很多 WiFi， 每个人在看，还有小孩子在看 YouTube， 所以导致那个网线呢就会比较。我放下去了啊，然后我现在用气啊，我。OK， 放好了，然后现在
妈咪就用气药我盖住，然后要多久？让它闷久一点，可能闷到，要是闷到最少半小时，可是我会闷久一点，因为那个黑豆要绵绵才会好吃啊。所以要气药我要大概闷半个小时以上。我是二妹二姐。大家傍晚好哦，好点了，现在黑豆汤好喝嘞，很多人讲黑豆汤好喝嘞。师妹去酒吧啊，师妹每个人讲去拍拖是吗？她去做工啊，去开会。所以这个是猪尾啊，猪尾 一公斤的猪尾，然后那个黑豆三百克，三百克哈，黑豆三百克，等一下会把详细写出来，因为该来不及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所以大家记得分享哦，分享。猪尾两条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除了猪尾呢，还有黑豆还可以放什么？鸡脚也可以，妈妈讲鸡脚也可以放。然后现在呢，安哥要帮忙炒菜了，然后放一点虾米。大家傍晚好。黑豆需要八颗吗？不用不用八颗，连颗下去的，只是蒸了一个三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然后大家傍晚好。然后有你有放，除了放黑豆跟那个鸡猪尾呢，你还有没有放那个蒜米啊？没有，没有放蒜米，妈咪讲没有放。大家好，很多人讲黑豆煮鸡脚也是很好吃的。哈哈。小妹不在，只看到安迪，只看到我，没有看到安迪就 OK OK，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安迪就在洗东西，等一下，安哥帮忙炒菜哎，安哥也是很厉害煮的，安迪就讲等一下才看你们，他在忙哎，他也是，我不是他今天很迟回来，因为刚才差不多要六点才回到家，所以他现在很嘎啷嘎啵啊，在忙准备啦，那些肉啦，那些菜啦，所以他很忙，他讲等一下。他才看你们，他叫我镜头不要看他先，看我先，所以新加坡的朋友讲那个猪尾很短，你们的很长。没有啦，有的也是很短啊，不大。看大猪还是小猪是吗？啊，看大蜘蛛还是小蜘蛛？有啦，一个尾巴是短短胖胖，一个是瘦瘦长长，不一定。哦，有些是尾巴长，有些尾巴短短的。不一定啊，就看它品种。然后你的黑豆啊，是泡水，是泡冷水还是烧冷水？冷水。所以黑豆是泡冷水，普通冷水就好了。啊，上来了，我跟他关小火，可能要闷到最少要40分钟。40分钟啊，所以气要我，你看他气上来了，所以妈咪这里讲他要闷40分钟。哇，你看那个包菜很漂亮的，你看安哥炒到很漂亮的那个包菜，你看爸爸也是很厉害炒菜。黑豆猪尾补腰补脚力好吃啊，补脚力吗？有些人是讲补腰力，有些人讲补脚力，所以妈妈这个是补哪里哦？补腰啦，补腰啊，要补腰啊，以形补形，以形补形。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讲啊，以形补形啊，那个猪尾的这骨就是补我们的人的那个尾骨啊，一样啊。大家，我们会加油，我们会加油。对喽，今天二姐上线了，所以二姐没你要露脸了。等一下喽，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很热，这边我满身大汗呢。
你看安，你看那个安哥把那个菜炒上来了，几块。哇，看到很多人进来了，因为我看到我表哥也进来了。你去收上来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安迪修。所以安迪修，你看主告机有利时间到哦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就讲快点要开播了，要开播了。他讲他不会也要快点也要学，所以刚才有断线，可能是不小心按到还是什么，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好啦，会不断的学习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现在差不多要炒好了，你看那个包菜很美，那个颜色有青色、有黄色、有白色，这样这个包菜很好吃，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喜欢。所以你们晚餐你们是一边煮一边看，还是你们现在煮好了？哦，这个是印尼包菜还是北京包菜？这个是北京包菜。哦，这个叫北京包菜，所以这个包菜是比较小粒的，是吗？圆圆的，像圆圆的，小小粒的那种。所以这个包菜比较好吃，像这样的，像一粒球这样子。然后你放什么？放虾米，放油，然后放虾米下去炒香。就把包菜倒下去，然后炒下，放那个调味料，放盐就可以了。嗯，你看很简单就炒好了，放一点水啊。嗯，你看包菜炒好了，那么精美。我们家里的人都爱吃菜，所以我们每次哦都喜欢吃菜多过喜欢吃肉。安迪秀，你没有跟你的那个师妹去吉隆坡、啊？现在学校放假，我不可以跟。安迪秀很想拍拍照的，他只是因为现在民宿那边很忙，然后学校放假又有 booking， 所以他那边跑不了，所以他其实自己也很想跑的。炒十个字又不用煮，嗯，你看这个菜就煮好了咯。黑豆可以镇水，可以镇隔夜嘛？还是不要啦，等一下化牙了咯。哦，安迪秀是讲不要比较好，不然等一下你的镇太久它发芽。是啊，这个包菜很好吃，很甜的，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包菜。所以包菜你看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我们要安迪秀看一下，安迪秀每个要想念安迪秀嘞，来打招呼一下，打招呼一下，嗯，安迪秀 ，Hello， 嗯，安迪终于有空了，万好，我忘记打招呼了，忘了，嗯，先搞啷搞啵，然后这个包菜就这样煮好了喽，你看，嗯，还要抓肉，然后现在呢，安迪秀就要腌肉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是上腿肉。上腿肉多少克？大概200克。200克上腿肉。然后这个要煮什么？煮腐竹。哦，煮腐竹，所以放一些盐，然后再放一些胡椒粉。要煮腐竹，要把它炸开先，给它炒上来先。胡椒粉还有什么？盐跟胡椒粉，还有一些油，葱头油是吗？调味料放两下。放点葱头油。放一点葱头油。放两茶匙下去。两茶匙的葱头油，少许的盐，还有一些胡椒粉。然后再放那个一鼠鼠的那个粉，两茶匙，然后就这样子腌好，然后
刺绣都腌到很像很斯文呢，然后也现在都是很全部用筷子啊，用汤匙，不然会被complain是吗？哈哈，发芽不是有那个豆芽刺咯，他们讲。对，那个这个美食也是有人讲来说，那个豆腐水也是很好喝，很香。那个黑豆的豆腐水也是很香。然后有人问啊，黑豆猪尾如果不敢吃猪尾，可以放猪骨吗？有的人也是放猪骨下去啊。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按你个人喜欢。可是那个猪尾上面那条就没有这样烫。猪尾骨上面就没有这样烫，可以买猪尾骨啊，不要买猪尾啊。然后放一点油。你没有吃那个怕那个胖胖的尾巴，你就买猪尾骨可以的。猪骨那个尾巴的骨，他讲了吗？定位。OK， 看一下，要定位，不要定位。来，不是按这边的，不是按那边。调这边的，调这边，这边，这样上，你左放，啊，它这样，它也下这边的，哦，它是这样转的，等一下啊，因为等它，可以，可以。它就加这个啊，这个上下左右的。哦，动了它就这样 ，OK， 所以啊，还行啊，因为这里哦，刚刚新手不会用它的那个口搓，然后放一点油，然后把这个腌好的肉放下去，它是这个啊，上下左右这边，然后二姐住在这边吗？没有，不是住在这边，只是今天来吃饭哦，今天每个人没有做工就过来哦，啊，今天学校放假，然后没有做工，每个人就来这里吃饭哦。大家晚上好，好看好饭的，所以这个肉是哪里的肉啊？猪尾巴，不是你这个炒这个肉呢？这个是后上水肉，瘦肉后上水的瘦肉，还要煮倒鸡，煮熟。我们家里的人很喜欢吃倒鸡，大家傍晚好。可以炒黑豆加水和猪尾吗？什么黑豆加水？黑豆不需要炒哦。有的也会拿来炒，可是我没有炒，我直接放下去烧。大家傍晚好，五猪去哪里买哦？这腐竹在 Labis 买出来哦。这腐竹在 Labis 买的，其实外面很多超级市场也是有卖。有可以卖。可是超级市场卖的价钱会比较贵一点啦。喂，你聊呀。这个按这个口臭的。嗯。然后放了腐竹下去。嗯，它就是上下左右嘛，上下左右的，上下左右哈，可以吗？我看看，哦，我只是一个摇油，对，是我的方法。所以，因为要adjust一下。可以放一点水，这个瘦肉等一下我要放下去，我先过油了先才拿上来，等那个这个腐竹啊焖软了，我才放瘦肉下去。对，
时候叫我说是这样。这衣服啦，你爱吃的。他要再走过，他跑掉要走过，这太高了。因为他平常他会推动，要动一下动一下了，所以你要赶着他动。这个我是德国的还是台湾的？这个德国的。德国的窝。猪尾其实不会很油啦，猪尾。有的是怕看那个回油啦，有些人可能看到那个猪尾巴会怕，像我也是不吃猪尾的。可是他，你可以去买猪尾巴的上面那节可以买的，他有卖，我看到 MSK 有卖。啊 ，MSK 也是有卖猪尾巴，上也是有卖啊。你要剪尾巴不剪尾巴都可以。嗯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吃猪尾的哦。嗯，回油吗？所以你就剪比较尾端的，不要。剪不要上面的，不要剪到那个尾巴。所以猪尾是吃它的皮是吗？肥肉的。它的肥肉皮啊。所以喜欢吃皮的人就可以咯。Sorry 啊，刚才有一点晕哈。对咯，刚刚 adjust 好了，不好意思哈。因为那个 stressor 我们不会用。对，因为那个。所以很难 control 它了。刚刚 control 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排水真的。晕车。现在好了，就尽量不要摇来摇去哦。就是那个它定位给它定位，它又按回去就这样喽。你不要去动到这里，动到这里它就这样。对啊，地修主那个腐竹，哇，腐竹水放多嘛，然后有水。蛮多啦，阿嘎阿嘎啦，不要放到一大堆，等一下大家傍晚好。是很多新加坡的朋友这边哦，我也很久没有进新加坡了嘞。放点点微料啊！美女去相亲啊，哈哈，没有啊，美女去做工啊，她去做工。都放那个调味料了，然后现在放一点盐。反正我去拿蚝油，然后再加一些蚝油。还是在冰柜里面，红色的，就冲了。记得大家记得分享哦，因为很多有些人喜欢吃黑豆啊、猪尾啊、汤，这个蛮很棒的，可以补腰。今天 MC 换人吗？今天只是代替而已，没有换人啊，因为师妹不得空，所以我是二姐。然后再放一些蚝油，然后妈妈再调味。欢迎常识的蚝油下去啊！大家好。二姐是小小字，小小玲珑、那个、没有嘞，那个是三姐，三姐是最小字的，还有大姐是，二姐是比较大字的，觉得比较高大一点。二姐有一个恩恩的，一个女儿，恩恩，就是我的女儿恩恩，每次很喜欢偶时过来插播一下这样子啊，恩恩啊，就是我的女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是哦，今天美女不在啊，安迪秀很忙哎。因为我聊天哦，很简哦。嗯，美女不在，因为美女比较会聊。嗯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吃猪尾哦，很多人讲猪尾很好吃哎。为什么有一些腐竹很难煮呢？很难煮软呢？嗯，是因为。不一样的，能买到不一样的品种哦。买到不一样品种，所以买腐竹要怎样选呢？我们都是习惯去那边买都 OK 啊，不然有时会买到不会软。买那种硬，买到那种厚的是吗？嗯，
泡的那种就不好吃哦。说猪脚包黑豆不错嘞，很多人都喜欢嘞，很多新加坡的朋友哦。来，刚来就这种，我去看之前啊。差不多啊，你刚刚才放嘛，直播就放到这里，可以大概预算啊。你讲要做40分钟。这个黑豆越绵越好吃，所以你要去。你要去包中心的。阿弟就在加那个晒油是吗？什么晒油都可以吗？可以啦。然后腐竹要蒸要泡软吗？要泡软。一定要泡软才可以哦。腐竹要他们炸后要泡软一下。是咯，拍摄嘞，刚才那个镜头是歪来歪去，所以看到很新，所以现在没有歪了，因为该会 adjust 它的那个定位啊。黑豆汤放什么好料？其实该只是放那个黑豆还有猪尾而已咯，猪骨、猪尾。人家上来我才放一点盐。嗯、然后腐竹要炸的还是不要炸的？不要。哦，买不要炸的哈、啊，买不要炸的，要炸的要来焖肉。哦，所以这个腐竹不要买炸的嘞，买那种普通那种一片的哈，啊、大大片那种、啊，然后拿来蒸，蒸了就可以这样子煮了。我们这里煮很大哦，可以吃得完，可以啊。我们这里很喜欢吃腐竹，你看那个汤，我们也是很喜欢喝汤，所以一定可以切完的。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啦，哦 ，stay together 没有，我们没有住在一起。很可爱啊，是哦，他每个人他很喜欢交际，他很喜欢镜头，他有时候会拍 video 啊，也是叫我们帮他拍 video。他比较喜欢接触人啊，所以他每次来这里啊，拜六礼拜啊，他就可以跟他的表姐啊，然后我的妹妹那个三妹的女儿啊，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玩。所以他每次吵着要来，他老家经常就生水啊，看来叫他来，嗯，要很多水啊。猪尾很好吃哦，很多人都原来都很喜欢吃猪尾，喜欢肥肉的人应该都会喜欢猪尾了哦。嗯，大兵来的猪尾过后。是喽，第一次直播，我们会加油，会加油。要是怕尾巴那个回回，你就买上面那条就好了，猪尾骨那条就好了，可以的。那边有卖，我看到 SK 是这样卖。SK 有卖哦，巴萨也是有卖的，巴萨。它分开了。嗯，很多人都喜欢煮黑豆，所以你们明天可以自己煮了哦。只是很简单哎，只是煲汤要时间而已，不然煲汤很快一下哦。嗯，那个黑豆比较难绵，所以要蛮多时间去焖它。越焖越久，越轮越甜。谢谢你们啊，你们很鼓励我嘞，讲声音很好听，谢谢你们嘞。他师妹在比较吵哈，是啊，因为师妹比较爱讲话，师妹比较爱聊天。买煮糖水的腐竹要告诉老板可以吗？是买糖水的腐竹吗？差不多，还是糖水好像也是啊。安迪就讲糖水的腐竹也是买这样子的。Why I could fit so heavy？ 所以他为什么他讲他的猪尾是比较油嘞？会油啊，猪尾巴都是油啊。猪尾巴是会油的哈。猪尾巴会油啊，因为它那层油很厚。啊，猪尾巴都是油的哈，是咯。阿弟就讲猪尾巴是油的哦。腐竹不需要炸过，这个不需要炸，你买那种没有炸的那种一大片的，然后蒸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煮了。你要不要想拿来焖肉哦？就要炸。师妹有在看哦，是咯，我觉得她一定会上来看的。他讲怎样？我们这里不懂，搞得顶搞不顶。他在那边回话了，我们不会回，他帮忙回了。什么是晒油？晒油是哦，导油是吗？黑酱油啊，我们叫黑酱油，可是我们这里叫晒油，黑酱油。师妹在回复信息咯，在帮忙回复信息。
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煮几个人？安迪秀，今天几个人？今天好像没有几个哈。今天煮十个人是吧？煮几？一二。今天比较少人呢，因为少了师妹他们。今天有一二三，扣掉那个两个。鱼香有在，扣掉四个。不是鱼香也不在，少鱼香。三四。阿令没有在啊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有啦，十三个哎，十三个人啊，今天有煮到十三个人。有三个小孩啊。阿瑞，你在？阿瑞你在哪里哦？然后你也是喜欢吃腐竹啊？对了，我们家里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。可以不在，可以去云顶。晒油就是黑酱油哦。可以去云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可能没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啊，因为它跳很快。我的声音刚刚好啊，不会太亮哦。我今天讲话比较吃力，因为喉咙有一点痛啊。安迪秀是用李锦记的那个晒油，就是黑导黑导油，我们叫那个是兰花啦。我们今天十三个人吃饭啊。那个酱油那个黑酱油晒油我用兰花的。只是蚝油我们再放。哎，怎么会跳过来？你冻到了？哦，冻到了。而且煤气也是自己冻的。没有用微习惯，不习惯。可以吗？可以煮啊。可以啊。黑豆猪脚可以吗？可以放猪脚吗？有啊，也是有人这样子煮啦。可是人家黑豆想喝黑豆汤。哦，因为人家喝黑豆，他们故意放腰那个猪尾，是因为想要补腰，是吗？啊，这个黑豆汤哦，这个是黑豆汤，他们其实最重要是那个黑豆，因为黑豆有补血是吗？黑豆好像也是有补血的功效。黑豆吃多其实是 OK 的，黑豆吃多就是补那个头滑。是哦，很多人有些人喜欢猪尾，因为猪尾有些人油啊，有些人就不喜欢。那就好。谢谢你们的鼓励啊。师妹比较热闹，对哦，师妹很爱，比较爱讲话，师妹声音比较，叮叮叮，对对，比较比较爱讲话，叮叮叮。新加坡买不到南花晒油嘞，有那个牛车水的巴萨，还要特地跑牛车水巴萨去买，还有啊，有很多地区都有啊，啊。有啊，你可以上网 check 一下看新松还是 NDC 有没有咯。有啊，粉丝有分享啊，很多地方都有卖。有看到宝宝油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你的可以啦，其实晒油喜欢的，只是说可能有些晒油的那个厚度不一样咯，有些可能比较浓啊。所以 how many hour 你要去煮这个那个汤？四十分钟啊，跟安迪秀讲放弃药，我要四十分钟啊。你有没有 sample 的那个腐竹可以看？给他看，有吗？给网友看一下那个 sample。等一下啊，我叫安哥去拿。你刚才碰掉了，那个胶表。OK， 我这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腐竹，这个是 original 的，就买回来还没炸，什么都还没有的，就买这样子的腐竹。OK。所以这个就是 sample， 这样 original， 你去店这样子买一片这样子大大片的，然后拿下去蒸就可以了。这刚才几点多？差不多十多分哦，十多分煲汤。今天有直播啊，今天喜欢这一道菜啊，是哦，这道菜其实我们都很喜欢。师妹的饭量是不是等于三个人的饭啊？饭量，师妹吃很少的，所以她师妹很瘦。师妹吃好像 baby 吃的这样哎。师妹吃东西是最少的，可是她是少吃多餐啊。她爱吃零食，跟你们讲。我们的妈妈也是爱吃零食，所以我们家里吃饭吃不多了。
哇，真的夸奖，我的咖喱鸡差不多煮好了，好香又好吃嘞。哇，所以你今天煮咖喱鸡啊？哇，我们很久没有吃咖喱鸡哦。咖喱煮一边煮一边看 Andy 秀啊。嗯，对哦，你们一边煮一边看 Andy 秀。不要动到，等一下又翻车。嗯。Hello。Hello。刚才动到翻车，所以不敢去动它。我们是新手。然后腐竹要煮多久 ？Andy 秀。我煮给它软咯。煮给它软。没有一定不好吃了。哦，所以腐竹大概要煮半个小时嘛。应该要煮20分钟啊。20分钟啊？那你买了，你是买到比较软的？他讲煮到软为止哦。你是买到比较软的就比较快哦。所以现在安迪秀煮软了过后，他就把那个肉放进去了，好像不够黑嘞，安迪秀。够了啦，还要这样黑吗？啊？还要这样黑啊？好像不够黑耶，是吗？网友没有看到有好像不够黑，粉丝们。感觉啦，感觉不够黑耶，这里这样看。是啊，不用念每个人的名字。会的，等一下我会去喝多点水。看一下二姐，今天二姐披头散发，比较不方便呢。李锦记的是蚝油嘛？对，是蚝油是李锦记的，然后我这边给你们看。嗯，李锦记是蚝油，李锦记的蚝油。记得那个，记得这个腐竹啊，你水要有油的才可以放腐竹，要不然等一下变豆，再回来豆腐水。要什么？油哦，你要放油啊，就是你炒的时候要有油。你炒什么的时候它有油哦啊，你才放下去。所以要记住喽，那个炒那个腐竹的时候，那个锅是要有油的，不然等一下哦，如果是水哦，它会变成水了，它会油掉，它会变那个腐竹水啊，或者是腐竹薏米豆腐水，豆腐水。师妹跟龙哥吃三碗饭。龙哥都不吃饭啊，龙哥减肥耶，龙哥没有看过龙哥吃饭耶，他吃菜的啦，他只是吃菜，可是龙哥很好啦，每次把我们家里包剩的全部他包了，他很厉害。该按到有些人有看到我，刚才那个啊，嗯 ，OK 啊，该不小心按到，因为他女姐是不小心按到，对。我们两姐妹长到很像，有些人讲像，有些人讲不像哦。要动到那个，哎、嗯，刚才明玉也是按一下，不小心按到自己。啊，安迪秀拿上来，然后腐竹就这样子煮好了。你看煮这样辛苦的腐竹才一大碗，等一下我跟你。这很大碗了的。这个碗很大个的，这个碗。这很深。就这样子煮好了，洗东西耶，它很快在洗，到处都有的买啊，这个应该腐竹都很容易。有的买，哎，有人知道是我啊，叫我 Cherry 啊，对哦，我叫 Cherry 丹，秀云，秀云是我的朋友嘛，我有朋友是叫秀云，可能是你的朋友啊，懂。楼下的 supermarket mini market 都有卖，是的，很多都有卖啦，其实有很多有卖，只是你的价钱高，价钱可能有些卖的比较贵咯，有些卖的比较，我们都会跑去干爆买出来啦，干爆的价钱比较 OK。又没到，哎呀，师妹不一样啊，不一样风格，不要伤师妹的玻璃心。不会啦，师妹不会伤心啊，他们讲师妹吵，可是师妹的声音比较响亮，
他说每天炒都习惯了啊。嗯，很多人喜欢他炒，他不炒我们有一点不习惯了。他没有叮叮叮的时候，人家好像看到很显。嗯，来，弟兄你看一下那个拍那个腐竹跟你在一起。啊，你看腐竹吃多好啊，健康。嗯，你看弟兄煮好一道了，很快。好，现在安迪需要做什么？我要采酸菜，炒酸菜。哦，今天有又有煮另外一道菜叫酸菜，酸菜什么？酸菜炒肉碎。酸菜炒肉碎啊，所以我安迪叔现在要酸菜炒肉碎。蛮久没有炒了。嗯，然后一样哦，再腌那个肉就是。这个腌肉跟刚才腌的有一点像哈，像啊，像啊，就是放一些少许的一个胡椒粉啊，然后盐啊，然后葱头油，然后再放那个玉蜀黍粉。安迪修，辣椒放先生啊，你是拿辣椒不要放先生啊，辣椒，他们要吃。辣椒放进去，然后再，然后安哥又有准备那个蒜米碎碎碎的，已经切好的蒜米碎。因为口面跑很快呀、啊，可能有些没有看到哎，拍摄。等一下我有空再去度回来。啊，等一下有空再去看回去咯。NSK 有卖腐竹啊？有啊，应该有啊，有因为南 NSK 没有卖啊。没有。安迪是讲 NSK 没有卖哦。很多人每一天都有看安迪的直播哈、哦，安迪修，对安迪修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很有力煮饭啊。现在，他现在每次讲，哎呦，粉丝担心粉丝啊，今天没有菜，然后不知道煮什么。以前安迪修都没有这样积极煮饭的，你懂吗？他现在很积极啊，讲粉丝要看啊，等一下，所以他们现在连上网什么都去一直找，很厉害。没有就教一些小生活小细节的东西。气药窝是哦，这个是气药窝，这个是老古董的气药窝。腐竹不需要炸哦，腐竹不需要炸。你要焖肉了就要炸，焖肉了要把长时间你就拿来炸哦，才不会去到我嘛。要是我们只是这样滚油一下的，你不用炸的啦。哦，然后有些人讲我声音像 DJ。然后放那个 ，OK， 放那个蒜米碎下去。OK， 安弟修的，放蒜米碎下去。有些人才刚进来啊，哇，这样吃啊！我们现在煮第三道菜了啊，第三道是酸菜肉碎。每个人很喜欢安迪秀打招呼的手势嘞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在看安迪秀呢。Hello， 安迪秀，安迪秀现在比较有空一点了，该比较嘎啷嘎啵。拿来要去对冰啊，那个肉没有对冰，拿出来一下对冰。然后你看，蒜米爆香了过后，然后再放那个肉碎下去。很多新加坡的朋友哦。姐买的这个蚝油很大只，对哦，她买最大只的，因为有时常煮，所以可以买大只的。好像我很少煮，我家里是买小小只的。哇，很多人边煮咖喱鸡炒面，然后再看安迪煮。我很久没有煮咖喱鸡了哟，明天要煮了哦，可是明天没有空去买肉。安迪就讲他很久没有煮。你也没有空去买肉啊！哇，心力这样厉害，知道我喝龙眼水啊！知道我每天都有喝一些龙眼水。我也热啊，我热啊。嗯。这个有放猪肉啊，猪肉碎来的，这个是猪肉碎。
然后现在再放，然后安迪就把猪肉碎拿上来，然后就放酸菜下去炒先。Wet Market 里面的店是有卖南瓜酱油，有啦。其实酱油很多牌子啊，也是我去 shopping 啊看，哇，很多，就是看你感觉哪一个你想你就可以咯，因为每一个可能味道差一点点这样。Andrew 是 Andy 秀的助理是吗？他每次帮忙找信息回话。Andy 秀的女儿都是美女啊。Andy 秀五个女儿啊，一个儿子。所以我们前面我觉得是 Andy 秀可能生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后面全部生五千斤，可能要生多一个男的，就像什么杂波片。放糖啊，然后现在要放一些糖。你放盐了吗？那个酸菜咸了。好，酸菜咸了，不要放盐了。所以放一些糖。你弟弟好像很久没有煮这道菜了哈。我这个跟他关机啊，跟他关住了。这不有不热了呗？我看你的电话给我。有点 blur 了哈，有些人讲直播又 blur 了，我看一下啊。我那个替我的我关注了啊，我要给他那个替一下。因为该小孩子，他们今天去开路线比较讲前那讲那个线。现在应该 OK 吧？我想我再给你直播好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啊，继续再吵。你看我女儿来搞笑了，你看。Hello， 是 Hello。你小啊你。镜头应该 OK， 镜头 OK。你小，你小啊你。不要去开赖了，人家那个蒙掉。你玩 game 而已啊，你不要开 YouTube 啊。很多人以为安迪秀今天休息嘞，我很想休息耶。他很想啊，可是他的心还跟你们在一起，你看，放不下哦，他放不下。他讲这边哦，他现在没有直播，他好像浑身哦，好像今天没有完成一个任务这样子，他的使命感啊，所以他的使命感叫他直播。所以哦，他心里想哦，要不要煮，可是他又好像。又行动上又要煮，所以他就再去准备。他讲还是煮比较好。所以他今天哦，该我在楼上，他就跟我讲，那个谁就来喊我讲，哎，要直播嘞，要帮忙讲话一下。安迪就讲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嘞。我讲 OK， 我帮忙看 comment 哦。安迪就很独立的啦，他是玩的无门来的。很多人想念四妹的叮叮当当哈，咚咚响，叮叮响。等四妹回来喽，再叫她讲讲给你们听。安迪秀也是很厉害啊。没有钱哦，关关。没有。不够味道哈，再调。甜。那可能甜甜的好。安迪秀很好学啊，对啊，他一个人哦可以做很多东西，他又爱收集红包。这个是酸菜炒肉碎啊、哦，酸菜炒肉碎，有些人也是有用肉丝也可以是吗？肉丝啊，肉丝也比较好啦。肉丝比较好，我看肉丝好像是中国菜，很多人喜欢吃肉丝。肉丝都是拿来炒四川菜啊，四川菜。我很久没有炒四川菜了。好，四川菜很久没有吃了。今天没有四妹的声音哈。
师妹的风格不一样啊。所以谢谢你们，要你们多多支持安迪秀，好多看安迪秀，安迪秀你看他就会每天都会煮。你要拿一点上来看啊，那个小朋友怕辣，我先拿一点上来，然后才加辣椒。这个酸菜要放一点辣椒就很好吃。然后安迪秀要拿一些上来先，就给其他小孩子，他们没有吃那个辣椒。这个酸菜是不是咸菜？咸水菜，我们叫咸水菜，它在泡在水里面的，咸咸酸酸的。它叫咸水菜是吗？咸水菜，他们不叫咸菜啊，叫酸菜，酸咸菜啊，应该是。叫酸菜。酸菜啊。大家傍晚好。哇，昨天有学了。这个就是讲他切了那个安迪秀的咖喱粉炒肉片，很好吃的。是哦，我没有吃到哎，所以下次我要 try 一下。五朵金花，安迪就讲生这么多个女儿，狗哎，要多吗？要那么多吗？没有这样，一心一个人而已，也不太多了。是吗？太多了啦，一心一个人。这个一心那个三妹的那个。三妹的那个女儿吃的，她喜欢吃酸菜。嗯，我的女儿就不吃菜了，不吃酸菜这种，然后再放一点辣椒，这个辣椒有点辣辣，比较好吃。有酸菜的那个 sample 吗？有，等一下啊。没有，煮完了。煮完了，它的纸袋还有在吗？没有买散的，这个买散的。哦，买散的，这个是那种买散的哦，所以没有它的纸袋哦。你自己图片，我拍过图片而已。图片可以这样，可能你可以没先进给安迪秀再发那个图片给你。对呀，啊，对，你没先我们，我们发图片给你看。所以酸菜煮肉最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道菜。是哦，这道菜不错的，可是有些人喜欢，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这样喜欢，是吧？看个人哦，酸酸甜甜，喜欢酸酸辣辣甜甜这种，我们就会喜欢。酸菜要泡水吗？泡水哦，需要要蒸一下嘛？需要蒸啊？啊？不用蒸，你切好了，把它过水一下，不要泡了，等一下没有酸味了。这个没有这样咸的。哦。这个有叶子的，它会有叶子。你看它会，你要找这个有叶子的，这种叶子的。你买酸菜要买到有叶子的，这个叶子。哦，酸菜要有买比较有叶子。叶子的不要买那种没有叶子那种，很咸，这个就不会。这个酸酸有叶子的。OK。你看买东西都要买菜，所以安迪秀是自己去买菜的，因为他有要求啊，不然等下我们买错会给他不敢，他煮了就不爽。他会在那边骂人。然后安迪秀自己买材料的，每次他跟安哥两个哦去 NSK， 只去杂货店这样子买。然后像酸菜，每个人很怕帮我买菜。是啊，我们每次买东西有压力啊。不可以随便，他们很怕。他很细腻啊。他们每次随便，不会啊，或者青菜，不动得了。没有动啊，下面那个不要动，要不然他没事，他知道，留下一车。OK， 酸菜你看就煮好了。OK， 电话很少。很难啊，都来烧的。哦，那个电话好像很少，很快。对啊，都来烧的。OK， 然后煮好了，然后我们跟安迪秀，所以还有煮什么？还有那个。这个第三道菜也煮好了。我要看我的汤。我的汤来，先看汤，全部出油了。你们看靠近，你看啊，上面有一层油，看到吗？酸菜是用菜心腌的吗？不是，芥菜。芥菜腌的。
酸菜配饭很好吃，是咯，因为它有一点咸咸辣辣这样，是不错吃的。我要调味啊！我的女儿很可爱啊，是哦，她很嘴巴很甜的她。哇，你看弟兄在调味了，哇，你看那个颜色都不一样了哈、哦，黑豆软了嘛？软了。黑豆没了，肉也没了，黑豆没了肉，我加盐。哇，它煮了那个颜色变成好像那个，我煮莲藕汤这样子的感觉哈、嗯。哇，很香呢。嗯，它那个豆很香啊，上来。这个我们没有煮过嘞，好像是啊，第一次煮吧。我们好像没有看过它煮这个嘞。没有，很久没有煲了。我们知道安弟就很喜欢煲猪肚汤啦、啊。有些人刚见，有些人问师妹去哪里，师妹去吉隆坡。我放一点糖去中和一下，放一点盐，再放一点糖。我放一点那个冰糖啊，它不会这样甜。嗯，放一点冰糖去中和它一下，放茶匙啊。嗯，放茶匙的冰糖去中和它一下。是哦，很多人感谢安弟修，然后每天煮哎。是啊，所以安弟修真的是因为你们，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准备每一道菜啊，然后每一天都在想要煮什么。可以好了。嗯，那好了，那个汤要舀上来。哇，你看那个汤很浓，煮了你看半锅，等一下也是喝完了。我们煮多久啊？它的黑豆有泡过水，所以比较快绵呐、啊嗯。要是没有泡水哦，可能要泡久一点哦。嗯，你看黑豆哇，哎，其实黑豆都不是黑色吗？哦，啊，皮是黑的啊。哦，皮是黑色，其实里面好像那个黄豆这样子哦。有的要头发黑，就拿那个黑豆来，多试一点黑豆啊。哦，头发比较快黑。师妹有这样子的、啊？头发也是啊，黑的东西不黑吗？哦，它其实不是有点红？是哦，有点黑色。安迪秀每天都很赶，是哦，他有人 check in， 因为现在有人住民宿，他就比较赶，因为 check in check out 啊，时间就会比较忙。放假我们就很忙咯，要是没有放假，我们就比较空。因为游客都是跑来那个雷古链玩啊，所以他们都要住宿。最近雷古链比较热闹了，早个月还是还冷静。哇，你看。看了我都想喝了，你看哇，你看那个猪尾巴，那个猪尾巴其实还有肉吃嘞，有，嗯，很 yummy 嘞，酸菜不需要蒸过哎，只是洗一下就好了，洗一下泡水就好，过水就好了，过水一下洗一下就可以了，你泡了等一下没有酸就不好喝了，可以用五花肉片炒酸菜吗？可是我没有炒过，每次都忘放肉碎。哦，安迪秀讲没有炒过啦，他比较喜欢用肉碎，可是你们可以试一下啦，应该 OK 的。因为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肉大大片的那种哇。吃酸菜炒肉，猪肉很好吃。炒肉对喽，肉丝肉碎都很好吃。要炒肉丝了。下次叫安迪秀煮喽。今天我是二姐啦，因为师妹去吉隆坡公干。配粥也是很好吃，是的。哇，你看那个骨头，那个颜色哇都跟那个，所以黑豆汤我也是第一次喝嘞，好像。哪里可能？小时候不是包给你喝，你忘记了？我忘记了。还讲那个尾巴很。可能我们怕吃尾巴，我们只喝汤。尾巴很胖。你看这个豆的，我们就我们只喝汤而已的。来 OK 来。嗯，那安迪就最后一道了是吗？啊，最后一道了，快点来。哦，安迪最后一道了，来喽。黑豆包猪，猪骨尾，汤好了。所以安迪需要做招牌动作嘞。所以我们这里完了咯，安迪需要做招牌动作。啊，拜拜。噔噔。
快的晚餐。Have a good dinner ahead. 我们知道了。OK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餐，拜拜。